go。后边没有人了吧？还有两位啊。好，我们脱队的已经跟上了，真好。我们还要往上攻啊，才走一半而已。差不多了，原路回来。沿路回头，他们在左下方的溪水树溪叶子，我们在靠右边走。这什么意思啊？Ha ha ha!